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到深圳出席前海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揭幕仪式，仪式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。袁国强在致辞入面指，诉调对接中心除了提供诉讼和调解对接服务，也都就涉及香港案件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，容许香港调解员参与调解。他们会根据香港法律评估判决可能的结果，协助当事人达成和解，或者是选择其他方法去解决纠纷。